两少女共事一男，竟被推入火坑。去年高雄的一名25岁李姓暖郎，透过交友软体结交仅17岁的女友，女友还介绍自己15岁的闺蜜，三人就这样在各旅馆同居。他也分别和两女发生关系，但在发现女友曾援交后，他竟逼迫女友再次下海，还把赚来的钱拿去玩乐。女友不从，他就伙同友人痛殴，警方获报才安置两女，但女友闺蜜竟又主动找他，他因此把目标转向，逼闺蜜卖淫赚钱给他。今年警方在网路钓鱼，他还说自己旗下有许多未成年少女遭到逮捕，高雄地检署侦办后将他依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起诉。有可能家庭不够温暖，所以他往外去找爱的资源，结果找错对象，变成被利用被迫害。董新闻综合报道。苹果爆料第二周冠军出炉，广告砸中捷运车厢，点阅率最高229,400，恭喜陈小姐独得奖金200,000元。检举 BRT 车站钢筋外露，恭喜读者郭先生独得奖金100,000元。6月每周送出20万，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你。